女儿终于哄睡了，还哄睡了，你这还又开始玩上了啊？边右手看电话，左手盘核桃，啊，啊？写了东西，给你放松的，给你美的啊！哎呦，行，起哎，今天领儿子出去啊，来，啊？老好了，感觉。怎么老好了？啊，大儿子眼前蹦来蹦去，跑不舒服。可不是呗，天天都不用你看，你可不舒服。就周六周天领着出去溜达溜达。哎呀，要是你说要出去啊，一个儿子跟个姑娘啊，怎么的？一个人再跟个姑娘，姑娘在哪？一个人再跟个姑娘。姑娘在哪？这个想在哪就在哪呗，商量事儿呗。啥事儿啊？得要个姑娘，啥？得要个姑娘。我没听错吗？啊？没听错，怎么没听错啊？你不是说不要二胎吗？你说有儿子在眼前，大儿一天叭叭叫，你再有姑娘的，哎呀，感觉啊，我才不要呢！哎呀，啊，不对呀，以前你不说还是想要一个吗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想法变了。这孩子从怀孕到现在几年了？10年了吧？全靠我一个人啊！上学又靠我一个人辅导，是我不嗯，太会。我还是啊，我疯了，我脑残呀，我好不容易熬出头了，你还再整一个给我拴住你呀？就我这。疯一次，脑残一次呗。我为什么要脑残呀？你说啊！到时候再有个姑娘叫你，天天跟你，妈妈这多好。我是挺喜欢女儿的，但是我真的是受不了啊！你看这个核桃，刚拿来家的时候，你看是什么样？是不是可丑了？你还说什么破玩意儿？你看，经过我的清理和修整之后，你看这核桃是不是不一样了？是不是好看了？那怎么了？就同样的道理啊，要那什么要姑娘嘛，是刚开始遭点罪呗，但是你说给她养大了，完就亭亭玉立了，跟你眼神叫我妈，你多美呀，是不是？我不上套啊！你别来烦我啊！以前吧，还有点那啥，还有点那个小心思。现在我都多大岁数了，我还再生个老二，老大我都是我自己一个人，从怀孕到生到现在上学，整个过了10来年了，全是我一个人搞定。我还再生一个呀？啊，我再给我绑，再绑10年呢？我成老太太了。全我一个人搞定，你就为了多一个人叫你爹呗？你可真有意思，你这是完全把我往坑里劝啊！好了啊啊，好，啊！我看我见，做电话饭，来，我洗衣服，不要，不要，不我要辅啊，导不写要作啊，业，不要，不要，哎妈，全辛苦我一大个会，人。辛苦大会，开始，快看电话啊，消遣，消遣。